那今天呢？呃，其实啊，呃，我是从台北回来，可是呢，这当中呢，呃，我是去大甲，大甲教学以后啊，再到台中，台中再回来的样子。所以啊、呃，一整天啊，几乎都在坐车。那我在跟学生的一个教学的过程里面，这个学生呢，他就慢慢的会看八字，当中呢，他看到一个八字哦，他觉得非常的愧疚愧疚。 他看到这个八字，他会非常的愧疚。那这个八字是这样：庚戌、甲申、戊辰、癸丑。当时候啊，他那时候还在学传统八字，然后呢，就是啊，他的好朋友就来问他：这个男人，他到底要不要选择？ 继续跟他在一起，还是呢要跟他离婚？哦，因为这个男人就是啊，呃，很会赚钱哦。他说啊，那时候啊，哦，一年赚三亿，可是呢，他看不到钱啊、哦，他老婆啊就看不到钱，然后都觉得啊，他就在外面拈花惹草。那我到底呢要不要继续跟他走下去？各位，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跟人家建议不需要。然而呢，他现在回头再来看这个八字的时候。 他发现到庚金克甲木哦，生癸水。地支呢，辰土、戌土、丑土，生生金。所以啊，他的这个八字天干的癸水，就是呢，他的财运的来源。那时候啊，这个学生啊，他就学传统学的。而且呢，各位你要了解啊，这个时候不是二三十岁，这时候已经不是二三十岁了啊、哦。所以呢，虽然他的一个婚姻不是很好，但是呢。 女生她还是会怎样，比较现实一点。她说：“到底我还要不要跟他在一起？”各位那时候学生不会看嘛，就乱乱讲一通嘛。但是呢，各位当她看到的时候，他现在会看了、啊。我就说这个人财运很好，你为什么会叫他？这个人财运很好，你为什么会叫他要离婚呢？各位。 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他当他呢在拿这个八字起来看的时候，他整个觉得很愧疚。所以各位，你就知道哦，身为命理师，你当时候的判断是会非常的影响客人的。这时候他把这个八字拿，我就说这个人，好那个啊，财很好啊，桃花也不错啊，因为他的财运那么好，桃花当然也不错。那来讲。 身为他的老婆，对这一种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，反正呢就有钱可以生活就好了。他说一年赚三亿，一年赚三亿，给他个两百万三百万啦、啊，也比一般人要好多了吧？那好啊，你现在叫他离离婚了，叫他离婚，他拿得到什么钱？第一个拿不到钱啊，因为钱他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、啊。第二个，女生重新再找另外一半，会就一定比这个要好吗？所以啊，各位。 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考虑到现实面，因为当时候她不是二三十岁的小妹妹，二三十岁的小妹妹可能呢，她还会为了爱情，哦，真的不好嘛？那我来去找另外一个。各位，这个都不知道几岁啦，四五十岁啦，四五十岁啦，你要考虑啦，所以各位，你们有的时候在批命的时候啊，你们都只有看到这个相，可是呢，你都没有去考虑到一个现实面。 其实我们在拼命，不外乎啊，他的现实状况，然后去判断什么样的情况对他最好。人生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的啊，没有那一种情况啊，所以呢，这时候啊，要怎么去应对？因为当时候这个人呢，还问我这个老公他到底有没有前途？他到底有没有前途？只要可以的话，他有前途，我就忍，就继续跟他在一起。只要真的都没有。 那就算了，所以啊，各位在这一种情况下，他自然而然呢给人家这一种建议，到最后就是叫人家离婚。现在回头一看，他觉得非常愧疚。而这种东西呢，各位你就知道，身为一个命理师啊，不要小看你自己，你所讲的一句话，可能呢是救了他，也有可能是害了他。各位，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，你除了、啊、学术这个东西， 你要懂以外，还有这一些啊，人情世故，你也是要多方面的去吸收。我发现到很多学生啊，还有很多命理师啊，他们在批命的时候，他们呢都讲的太过绝对，然而呢，他们忽略掉了所谓的现实面，所以讲出来的那一种话都特别特别的、啊、让人伤心了你要不了解，那你这个就是啊，二婚啊，三婚啊，哦。 你讲的轻松啊，对方听的是很难过啊！啊，我的感情这么差吗？不见得，不见得啊。而是呢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还有呢，我们在判断的时候，你要以对方的利益角度去思考。就像我的学生，他在帮人家拼命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的有自信。可是呢，当他在批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认为他可以突破这种困境。他看到危机了哦，他还有看到危机。 结果到最后呢，证明了一件事，八字太准了，他妈的危机我过不了。所以呢，我展现出了跟我八字一模一样的状态。那所以他他回来台湾的时候，他就来找我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就把他的事情跟我讲了一下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要根据他的问题下去处理哦，因为他本身呢，我我有说过，他本来是劫财克财。 结果因因为大运走了关心，变成了财神官克比劫，所以他跟人家合伙的情况下，人际关系搞得很差，非常非常差。所以呢，每天都在那边吵架，在那相骂，他就呢辞退股东。那当然我有说啊，他辞退股东一定有赚钱，他就说对，他是有赚钱，但是啊，他实在是受不了那种环境，所以呢辞退了以后，他就回来台湾。回来台湾的时候，他就是啊。 要来找我，找我，然后给他一个更好的建议。各位，这时候我就要给他建议啊。那时候呢，我我一看到他的大运啊，完蛋了！你下个大运，你自己会看，你会知道五年破财，两年日主授课，你剩三年可以用。也就是说啊，下一注大运对你来讲啊，它是在财运上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。所以呢，在这一种情况下，你就不能够再当主事者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你们都会。 说找一个有运的人来主事啊！我说对不对？他也知道啊。好，这时候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：老师，我已经知道我要退居幕后了，因为我也知道我在前，我只要再出来领头的话，那是应该是很糟糕的一件事。我说是对。然而呢，这边又出了一个问题。问题呢？资本家他是来找我，他不是看我的团队，他是看我这一个人。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总不能叫另外一个人家看不上的去跟他讲吧？ 哇，人家说我你很挑挑的哦，很大伟的哦。对方是腾讯那种公司，诶，你就知道他公司大的大公司要找他合作。那在这一种情况下，他该怎么办？我说很简单啊，该怎么办？你就当诸葛亮啊。什么叫诸葛亮？所有事情你自己掌握啊。庄大爷你好、啊，所有事情你自己掌握。到最后呢，你的策略规划出来了，你的方案计划出来了。 交给那个有运的人决定就好了。所以诸葛亮到最后要要做什么事，他也是要请教阿斗啊。阿斗说可以，你才能做啊。所以呢，你要有一个有运的人来帮我做决定啊。他一听，哦，原来呀、啊，对吼，可以这样做。那各位，这就是什么？拼命的重要性。你们可能就只停在啊，你这个不行，这样做啦、啊，你就退居到幕后啊。问题人家找我怎么办啊？你不行做啦。哎，你们可能就这样子，你们没有其他的变通法。所以啊，你们。 只留于啊八字的理呀、啊，你们只留于八字的理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变通，你没有去参考现实，这很重要、啊，现实是很重要，所以在拼命呢、啊，像当时候学生在批这个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他只考虑到八字，但是他用的是传统学的啊，他那时候学传统学啊，现在学。 五行派他觉得，哎呦，怎么差那么多、嗯、啊？所以啊，你还要考虑到现实面。所以，身为一个命理师啊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：有些事你要主打，可是有些事是可以呢变通的。你不能创业就不能创业，你不要想说啊，你要用什么模式去当老板，你不行就不行。你就是要明确的跟他讲，等到事后出问题了，对方才不会找你算账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啊，拼命的一个。 重要性，命理师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因为就是人有疑问，他才要来找你，而有疑问的情况下，你还把他指错路线，就很像呢一个路人，他不知道这边的路怎么走，然后来问你，你还把他指错方向，他越走越远去了，他找不到他的正确的方向，越走越远，那这样不就是呢害了他多走了冤枉路吗？所以啊，八字就像呢帮人指路一样。 你要指出一条最适合他的路线，而不是他想的路线。好，各位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批命的时候，你会呢想要呢，就是、说啊，你会觉得，哎呦，客人哦比较强势一点啊，算了算了，就就随他的意，你这样就完了。了不了解？我们不是要批他想的东西，而是要批他要的东西。什么叫他需要的东西？他要这样做才会好。 不是他想要的，那不能创业就不能创业，可以创业就是可以创业，绝对啊，要跟他明确的讲，而不是呢，他就想要啊，一直啊，哦，赚大钱，然后呢，你一直讲他心中想的那些事，有很多命理师啊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那种命理师啊，我都说了、啊，妈的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没有自己的一套原则。请问你这样子对八字会有什么体会？没有多大的体会啦，都。 啊，所以各位，当你了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在拼命，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种情况。了不了解？我们要拼命，就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呢，呃、嗯，把别人呐、啊、引到错误的路线了。了不了解？那当他你把我引到错误的路线，他越走越远去了，达不到目目的呀、啊。